一颗流星奔向天空尽头，一缕风能否听得懂，一线希望也为它传送，一心想重新点燃火光，一次次眼前只剩灰烬，一身伤口找寻着出口，一再受尽无形绳索，两手空已无力挣脱。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若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谁说退役平凡的不算英雄，是的，全场害怕的时候就要到了，有请就是我们的王一博。
我觉得王一博现在这种状态啊，，哇，那个画面就像拍了一个 MV 一样，好帅啊！不是，我觉得一博特别不容易，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尖叫声已经盖过音乐了？我猜王一博的盲跳，因为尖叫声特别大，他很可能听不到自己音乐了。我猜，韩哥，我太厉害了！我们现在要大声的来讲话，我特别希望带现场的所有女生喊出她们的心声。 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对，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把自己非常优秀的一面展现给现场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喜欢他的朋友。一博真的非常努力的，为了练好这个舞蹈，在今天相声主持节目的间歇，都会非常非常努力的在练习。韩哥，你说的对，我之前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睡觉，对，然后就非常认真的钻研自己那部分的东西，非常。疫情当前，向一线医护人员致敬，今天的阅读者王一博不再做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肯定自己要继续做的越来越好。困难终将过去，希望与阳光就在不远的前方。在这里，我想对每一位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们致敬。 相信我，相信你，天亮之前，绝不轻易说放弃。相信我，相信你，多少阴天都挡不住太阳升。